What's up? What's up? What's up? All right. Welcome back. 我是伦纳西。Oh, look at this hair. Fabulous. Okay, 你们可能会不认得我，但是不用紧。你们看到这个 cringe 脸，你们就知道是我了。啊，请无视这些头发。这个头发是因为太短了，绑不到啊。然后我又不要修修了的，像那个线又不平哦，所以就放任它自由。自由吧，孩子们。Okay, now.好像很久没有做 YouTube video 是吗？放心 guys， 哈哈，你们一定会很好奇为什么。你不要做 video 了吗？那那是啊，我想念你的歌，妹妹的，我想念你。Relax, Kate。我没有消失 ，OK， 我只是来在上个月，整个月我都在玩 Twitch 玩直播不了。哎，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哦，为什么Luna是消失哦？你们一定是没有去看我直播，因为我在那边直播了，差不多。一个月多，所以我完全没有动到 YouTube， 也没有剪到任何 video， 因为我不够时间做。可是现在呢 ，important announcement， look at this chat， important announcement， we are officially sponsored by Illegear， 不用吃草了。我们可以 upgrade 一点吃树干。OK， 如果你们不懂 Illegear 是什么呢？ Illegear 就是一个地方给你 customize 你的 laptop， 你的 desktop， but with a fair price。 Yeah， you can spend less money but get good performance on your laptop or desktop。 Yeah， it's a good deal， right？ It's time to changeYour laptop. If you are still using GTX 10 series and below, it's time. You know, 讲真的，现在的 RTX 30 series 很值得换了，因为它的 performance like, you know, it's a leap. Like, 你的 performance 本来 GTX 10 series 是这样子，可是你换了30 series, 喂，你就好像做 gym 做了两年这样子， you know, the performance difference 像喂 ultra boost, man.It's time. 然后呢？第二个 announcement， 我要绑牙。啊，露娜是要绑牙？哇，你的牙齿要给你要绑牙 ？Yes， 虽然也前面是看得出平的，可是你看这里哦，看得出歪啊。然后这里也是有一点点缝缝。然后每次啊、哦，我吃东西的时候啊，左右哦都有七个地方都会卡肉，所以每次。来，我吃那种一丝一丝的肉啊，像鸡胸肉啊、猪肉啊那些啊，都会 like stuck on my teeth。所以我这个星期六打算要去绑牙，去看 doctor。Doctor help me 绑美美 ，OK？ 啊，还有就是爱美啦，他们讲哦，你绑牙可以改变你的脸型啊，因为我的，你看我的，我觉得我的下巴蛮大，就来看一下能不能来哦，变成比较尖一点。Oh yes。啊，然后呢，应该会拍 vlog 啦。虽然我也是很久没有弄 vlog 了，我很想念弄 vlog。然后，敬请期待 ，OK？ 敬请期待，没有保证啊，没有保证我会做 vlog。放心，我会做的，没有保证啊，肯定没有保证的。放心，我真的会做的。屁啦，刘娜西每次这样讲，还不是没有做。放心，这次我真的是会做的，因为我觉得绑牙很痛，我怕痛。他们虽然讲不通，可是我怕通。为什么？因为 like, you know, 小学的时候啊，伦纳西还有几个朋友哦，很喜欢吃甜甜的东西，然后又不刷牙。OK， 不是我。OK， 所以虽然我也吃甜甜的东西，可是我每天有刷牙漱口，所以哈、哦，我从来没有蛀牙的。然后我朋友、哦、他们 like, you know 啊，这种笑一下有一两颗牙齿啊，还是门牙、啊、有蛀牙的，然后哦。就来 ，you know， 小学的时候一定是有那种 dentist 护士来，哎，阿弟 ，time to check your gigi， 然后我们就，可是我最多是来去洗牙吧，然后我没有去拔牙，然后我朋友哇，不懂几个，至少有四个啊，四个全部都有那种黑黑牙齿 ，oh my god， 很恶心，然后发霉这样，然后每次都去拔了，然后每次哦。一个去一个哭，一个去一个哭，一个去一个哭，然后我就怕他们讲，很痛啊！他们这样子用那个针这样挖我，对我的牙，然后打针很痛啊，拔了，流很多血。
然后那时候我就有阴影了，所以我就会怕。我不怕打针打这里，可是我怕好了 ，you know， 人家打针，他打痒痒。Okay, I might be a big baby, but 真的是很怕，应该是不会痛了哈。Okay, third announcement. I am back to YouTub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I know, 我知道啊，你们有几个一定要 shoot 我的 ，okay? But I don't care. I am back to YouTube. Okay, shoot 完了没有 ？shoot 完了没有？好了哈。还没有啊，还没有啊，继续 shoot。给我等你。因为最近都在 Twitch 直播嘛 ，like 几乎每一天都在直播，然后我就没有时间做 video 嘛，所以呢，我要你们 like 真的 OK 留言在下面，你们想要看什么 video？ 不要 Minecraft 啦哈，不要 Minecraft 嘞，我要等新 update 我才玩，不要玩 Minecraft 啊。什么 video？ 你们最想要看的 gaming 还是什么都好，还是你们有什么 idea 想要拍短剧？什么东西都可以啦，跟我讲，然后留言在下面，然后我要 prioritize， OK， 最多人想要看的那个 video 我就去拍，因为我一个星期最多有两天我可以空出来，就来三四五六日我都会在 Twitch 直播，每一天来一点到十二点，下午一点开始到十二点，然后最多我能空星期一、星期二来做影片，所以呢，你们。想清楚了才留言在下面了哈，然后我就会尽量去做了，因为我想要就来不要给 YouTube 死掉嘛，不可以这样子吗？来，虽然是我转去 Twitch 了，但是我也没有放弃 YouTube， 我从来没有讲过我放弃 YouTube， 是因为我那时候很想要直播，所以我就 focus 在直播了啊，所以我打算呢来一个月了，一个月至少每个星期一个 video 了，虽然是会比较辛苦一点的，但是。You know, I have to do this. 不然的话，我的 YouTube like yeah, it's help lah, help lah. 你看这样多人 ，Oh no, unsubscribe, help lah. Come back, please. Come back. 你们想要看到更多的我哈，你们可以去 Twitch 啊，记得去 Twitch support 我 ，OK? 去 follow 起来，就这样子，拜拜。